他是包氏父子里善良的老包，他是神秘的大佛里勇敢的海能法师。几十年表演，他在银幕上塑造精彩。82岁高龄，他在生活中养生有道。中华医药马上播出管宗祥，好身体搓出来。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医药。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华医药，洪涛在北京问候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重视健康的人啊，大多都是各有各的高招。有的人喜欢跳舞，扭秧歌，跳国标，他们说啊，这健康身体是跳出来的。那有的人呢，喜欢打拳，打太极拳、八段锦、功夫扇，他们说啊，这健康身体是练出来的。有的人啊，则喜欢研究各类养生美食，他们说健康身体啊，是吃出来的。而今天我们要向您介绍的这位啊，他却说健康的身体在我这儿也是一个字儿，是搓出来的。照片上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就是今天健康故事的主人公，影视演员管宗祥。听名字可能您会觉得陌生，但要说起他曾经演过的电影，您肯定会觉得亲切。电影《智取华山》里他演参谋长，包氏父子里他演老包，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电影《神秘的大佛》里，他扮演的海能法师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双眼可挂，佛才难得，要想知道佛才的秘密，除非一同见阎王。演了几十年电影的管宗祥现在已经82岁了，别看老爷子头发白了，戏也拍得少了，但身体却是相当的硬朗。这就像吧，还有说老头，你看没有，80多了，腰板还倍儿挺，谁都羡慕他。我随着他走路，有的时候经常说：“你走那么快干嘛呀？”我都这样说他。背身一看，苗条淑女，白白的头发飘着。而更让人称奇的是，管宗祥现在不仅外表看起来结实硬朗，就连老年人常见的一些疾病他都没有。血压很正常，心脏也没有，就说我供血不足。应该说一句俗话叫心肝肺没有，这说对不对呀？没毛病，应该这么说，没心没肺。人家说我们，但是他就说，我告诉你，我身体为什么好，就是因为我有一做自己的保健。听朋友说，管宗祥的身体好是因为他保健有方，那么这方法究竟是什么呢？30年治百百病，我所以我这个病都治了，我这一弄下这个连前列腺都治了，前列腺就这一块，你小孩不懂这个，对，老人都要撒尿的，对不对？老年5岁都前列腺很困难的，动手术的，到这了以后连那个一块都治了。82岁的管宗祥啊，不仅身体硬朗，腿脚利索，而且什么高血压、心脏病这些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啊，他都没有。朋友们都知道他有一套延年益寿的保健方法，而管宗祥自己说啊，这套方法居然连前列腺疾病都能治了。我们还真是有点不信，不过这倒是勾起了记者的好奇心，究竟是什么样的保健方法能有这么多的作用呢？哎，没想到啊，这管老爷子还卖起了关子，他没说，他说啊，要学这套保健方法得先听他讲一段故事。1983年，管宗祥主演了电影《包氏父子》，他在其中扮演老包。这部电影里有一场短短几分钟的戏，却是管宗祥一辈子难忘的记忆。我岁死了娘，是我把他养大的，我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先生，我连一个小钱都舍不得花，你看看我这件棉袍穿了15年了，我可以不吃不穿呢，只要能让他念书。先生，我给你跪下了，先生，我给你跪下了。那我当时我就现在想起来就
别给我操了，别给我，太痛苦了。而让管宗祥难忘的，除了剧情本身之外，更有拍摄这场戏时的一段不为人知的隐情。为了更好的表现人物，管宗祥从开拍前就一直在酝酿情绪。由于感情太过投入，等导演终于叫停的时候，他却感到身体出了问题。包围开除了，你还要钱？包围开除了，他还要钱？包围开除了，他还要钱？我到哪儿去弄钱？我到哪去弄钱去？就憋着，哪去？就感觉发泄，上下发泄也才好，不行，不通气儿，难受，非常难受。那脸挺白的，呼吸都挺困难的，确实是挺恐怖的。觉得他两三天都不能拍戏的。不是发烧，就是迷迷糊糊的，像驾云一样，难受极了。就想觉得四肢无力，软绵绵的，就想躺着。在包氏父子中，管宗祥是绝对的主角。主角病倒了，那就意味着整个的拍摄进度都要受到影响，这带给剧组的将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整个摄制组就没法拍戏呀、啊，当时、啊，那当然紧张了，那一天都是。就是公家要花多少钱，我们那是不是我们花钱，是国家花钱。另外你拍什么呀，你也没这个准备。还有一个知道他什么病啊，病几天啊。管宗祥难受的样子，全剧组里的人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的管宗祥已经50多岁了，正是身体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一旦要是出了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导演说叫他好好休息，明天不拍戏，就这么跟他说。我说你们不要管了好不好，最好别跟我说话，我自己来治我的病好不好。我你告诉他明天可以拍戏。第二天剧组里的人果然发现管宗祥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前一天的状况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样。很多人都奇怪，没去医院，没吃药，他用了什么方法就把自己给治好了呢？你怎么治？我说我有点气功。管宗祥所说的气功究竟是什么内容，当时剧组里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时过境迁，20多年过去，管宗祥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原来那天在身边的人都走了之后，他是这么做的。这个手到这儿，换过来，这个手呢，它从这边，这个这是往外的，这个呢是往里的，揉了快都一个小时，这揉完了，出了一点微汗，放了几个虚空，没吃饭打了几个嗝，感觉到，哎。有点气了，能说话了，我就话了。那一晚管宗祥就这样一直在按摩，反复揉了1个多小时，难受的感觉才最后缓解。而这个方法他在拍包氏父子之前就会了，到现在已经坚持了30多年。据他说，这就是让他80多岁还心肺功能较好的秘诀。一般的来讲，你练功的时候揉这么100下就不简单了。我平时在练的时候就200下、300下。啊，就这个方法真的有那么好的作用吗？要是那样也太简单了吧。只要你坚持，每天坚持，就是你拍戏拍到5点，你也坚持夜里见舞，坚持10分钟就行了。一个礼拜练2个小时，一个礼拜不动没用。就那么简单的搓胸腹动作，真的就有保健的功效吗？说包治百病啊，那的确是夸张了，但其实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拍电影的时候啊，
管宗祥之所以会出现胸闷气短肚子胀这样一些症状，正是中医认为的情志治病，也就是说啊，他当时的情绪的变化导致了气血闭塞。而管宗祥的这持续一个小时的揉搓按摩，正好间接地起到了从外而内帮助气血运行和流通。即使没有出现像管宗祥那样的情况，您啊经常这么搓揉搓揉，也能起到行气活血、改善局部微循环的作用。而且啊，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哈，管宗祥的这个按摩啊，可不是随便的揉肚子，他是这样做的，他是先把双手搓热了，然后啊，这个右手从右向左，沿着胸部按摩到腹部肚脐以下，然后再往上，像是画了一个圈，然后啊，这个左手重复刚才的动作，这个按摩的范围啊，是从前胸一直到小腹。这个动作睡觉前和起床前，管宗祥啊都要做一遍，每一次是200下。而且这个动作啊，他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一直坚持做，做了30多年了。由于这么长时间以来每天都这样按摩，就促进了他腹部以及心肺胃部的血液循环，管宗祥的气血运行保持通畅，所以啊就远离了高血压等等那样一些常见的老年疾病，身体啊就显得非常好。而采访中管宗祥的妻子于代琴还告诉我们说啊，管宗祥这几年甚至连感冒都很少得，真是这么回事吗？他感冒很少，说今天发烧了躺下了，什么打针了打点滴，没有没有，这么多年没有。要说没大病还可以相信，要说连感冒都没得过，这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夸张。而我们了解到1980年管宗祥在峨眉山拍摄神秘的大佛时就感冒过，当时由于外景地气候潮湿，拍摄期间又恰逢雨季，很多人都病倒了。当时因为天气的问题吧，可能就是有点凉啊，什么又下着雨啊，很多人就身上哆嗦啊。我的演那个小和尚李元生，我的小徒弟感冒严重，他发烧了，他感冒回去第二天就不能拍戏了。年轻的演员都有点扛不住了，更何况当时已经50多岁的管宗祥呢。我回去呢特别难受，感觉到头晕，打气氛 BC。 看来管宗祥也是容易感冒的，不过第二天拍戏的时候很多人的感冒还都没好，有的甚至更严重了，而他却跟没事人一样。演的戏也该收场了。你怎么没事啊？嗨，我说我吃药，你吃什么药？我自己带的药，给我一点。我说没问题。那天晚上管宗祥到底吃的什么药那么灵验，当时剧组里的人谁也不知道。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管宗祥才透露了当年的秘密。庙里有专门伺候小和尚，问你们有没有姜啊，姜啊，四川产姜，拿两块来。我拿两块泡在这水里面，起码就烫25分钟，开始微汗出来了，最后大汗鼻涕，感冒伤寒都能好。不就是烫脚吗？难道这也算是秘诀？管宗祥还要当场给我们演示。他先往兑好水的脚盆里加了几片姜，然后在烫脚的过程中根据温度的变化不断往里蓄水，20多分钟之后再把脚擦干。我们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心想不过如此，没想到管宗祥说这才开了个头，接下来的这一招才是真正关键的环节呢。烫脚之感冒有那么回事吗？别说，还真是有道理。
寒从足下起，病从脚下生。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人的脚上有众多的穴位，跟全身其他部分息息相关。所以当您用热水泡脚的时候啊，就会刺激这些穴位，促进脚部乃至周身的血液循环，从而会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而血液循环加快了，就会让人出汗，这样不仅能够解除疲劳，而且还能够使体内的寒气随着汗液排出。而且啊，这管宗祥还往里边加了几片姜，加了这几片姜之后啊，这种驱寒散寒的功效就更强了。所以才有了那么一句话嘛，说富人吃补药，穷人水烫脚。而管宗祥烫完脚以后啊，他还要搓脚心呢，这就更有道理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中说，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肾经之气犹如源泉之水，来源于足下，涌出灌溉周身四肢各处。所以啊，经常搓一搓脚心，不仅能够促进末梢血液循环，而且啊，对全身其他部位都有保健的作用。在这个感冒僵发未发的时候，用热水烫烫脚，再搓搓这脚心，就能够驱散寒气，防病于未然。所以管宗祥啊，并不是有什么治疗感冒的良药，而是能够把感冒扼杀在萌芽之中。管老爷子还说了，说这搓脚心和搓肚子啊，的确是简单了一点，所以要见效果啊，还得再加一个诀窍。管宗祥的搓脚心看起来简单，关键是要坚持，可这坚持是最难的，所以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曾经多少都有些不理解。一起出去排戏，排戏完了回来大概都三四点了，我已经困得不行了，甚至睡了一觉了，他还在那儿烫脚，这样我才发现。后来连我儿子管虎都说了，他这个烫脚的习惯一般的人做不到，确实做不到。他平常也不怎么讲究卫生，不是那么干干净净的很讲究的人，天天晚上烫脚，有些人呢，嗨，毛病就这个。要说管宗祥的坚持，那可真是到了极致。不管在干什么，只要到了时间，那就得烫脚搓脚心。这一点您能做到吗？当时呢，我们都是拍戏，拍戏的时候都比较兴奋，兴奋完了以后就愿意回去一块儿喝点酒玩。我们就到他房间去了，就拿着酒拿着菜，我们就看见他在那儿，脚丫子在盆里。手就不停的在这儿，哎，这转着圈的揉，这么揉那么揉，揉揉揉又搓，搓完了又揉，一会儿脚背丫都拿上来了，我们就在那一边摆着酒，一边摆着菜，就说，哎呦，咱们一块儿喝点酒，瞧你这样，让我们怎么喝呀、啊？你这是不是？不管别人怎么说，管宗祥烫脚搓脚心的习惯，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几十年的烫脚让他有了不一样的收获。在我们这院里差不多像他这个年龄段的腿都不好了，可是他现在走路应该说是不说健步如飞吧，反正是一般挺快的。所以搓胸腹搓脚心，很多人试过之后都说没什么效果，管宗祥总是会告诉对方，那是因为你还没掌握其中的诀窍。搓心昨天找我，哎，你怎么能告诉我？我说你坚持不了，告诉你坚持准，绝对坚持不了。我很佩服我自己，真的这点儿，因为我怕死啊，这是个重要的，我坚持啊。82岁的管宗祥就是靠这个搓，再加上30多年的坚持，保持了一个好身体，到现在还健步如飞呢，真的是不简单。接下来呀，我们要说一个更不简单的。
您见过100多岁还能经常去公园跟人聊天，还喜欢每天早起打拳的人吗？我们的记者就在广西南宁见到了这样一位。不过这位老人家呀，在2007年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说起那段经历还真是有点惊险呢。是什么呢？稍后请继续收看中华医药给您讲述的故事。2007年3月9日，位于南宁市的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观察呢，老人家大概是80-90岁吧，看了他的那个急诊的病历，才发现他是100多岁的。他是我们南宁市当时是年龄最高的男性公民。王大伟这才明白，原来围在老人身边的这些50多岁的人不是他的儿女，而全都是他的孙辈，而他就是南宁市最长寿的人林景明，当时已经103岁了。当地的各种媒体不断在对他进行报道，林景明留给大家的印象也一直很健康，但是王大伟医生见到了他却恰恰相反。不乐观，胸片呢有肺部感染，心电图呢有心律失常，而且情况都比较严重，病人又发烧，这个咳喘有痰。一个向来健康的103岁长寿老人，肺部感染，心律失常，而且十分严重，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粉碎性骨折，你看从这里骨折了，这是一条明显的骨折线。那么这里呢，小粗笼，这个小粗笼也崩了。王大伟发现，原来103岁的林景明髋关节出现了粉碎性骨折，而他推断，林景明的肺部感染、心律失常也都是由骨折引起的并发症。钛板烂了，我说不要了，他。在哪拿了铁线箍一下可以用的、啊、我就拿了闹的一闹的背上了。原来前一天，也就是2007年3月8日，林景明在家中搬菜板的时候身体失去平衡摔倒在地。那种红花油啊什么把它擦一下，以为是没什么事，以为是碰了一下肿而已。谁知道涂了红花油不但没有消肿，林景明的情况反而变得更严重了。等一下，这是痛啊，这是痛啊，有痛啊，麻胀啊，就是下面有时候是多就不好的，像是好像是缠绵皮一样。晚上呢它是很痛，第二天痛得更加厉害。家人赶紧叫救护车把他送到了瑞康医院，他们没想到这次摔倒竟然造成了林景明髋部粉碎性骨折。各项检查结果陆续出来之后，医生们发现包括肺部感染和心律失常在内，他共有7种由于骨折引起的并发症，如果不及时救治就会有生命危险。老家或者是那别的地方人呢，反正一摔下来到这个年纪人一般都是走不了路的。能不能够下地走路，如果说是只能控制在他不疼了，但是处于那种瘫痪状态，那么我们就说对老人家呢又痛苦，我们呢又负担又重了，所以当时心里面呢挺复杂的，挺紧张的。骨折啊，本来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但为什么在林景明身上却出现了肺部感染、心律失常等等这样一些严重反应，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呢？您想哈，对于一个103岁的老人来说，身体的各个系统本来就处在衰弱的状态，
健康的时候啊，通过活动还可以维持平衡状态，而一旦某一个环节率先出现了问题，必然就会破坏身体原本脆弱的平衡，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说林景明这次摔伤导致的骨折，他摔伤之前啊就有慢性支气管炎等等这样一些肺部疾病，那摔伤之后不能行动了，卧床在家，这肺部的分泌物就无法及时的咳出去，很快就引发了感染，继而发烧。而这个肺部感染啊，紧接着又累积了心脏，依靠肺部供氧的心脏马上就会碰到麻烦，出现了心律失常。而如果病情要是得不到控制的话，接下来林景明的代谢器官就会出现问题，造成尿路感染等等，那这样下去他的生命就会有危险了。在林景明住进骨科病房的当天，王大伟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他控制骨折引发的并发症。但是他们也知道，如果不解决骨折的问题，这些治疗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除林景明所面临的危险。王大伟和同事们在用药物控制林景明肺部感染和心律失常的同时，也非常清楚骨折才是导致这些并发症的元凶。可是用什么办法才能帮助一个103岁的老人治愈骨折呢？现在用中药中草药来敷这个。林景明的孙辈们当然希望老人少受罪，用保守治疗，也就是用中医的正骨再结合牵引的方法。根据林景明当时的身体状况和医院所长，这的确是当时最可行的方法，但是却马上被精通中医整复手法的王大伟否定了。因为检查结果显示，已经103岁的林景明骨质严重疏松，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就像一个木头已经腐朽了，用这个手指，稍微用力一下就可以把那个骨折啊，就可以把那骨头啊掐下来一块，就疏松到这么程度。林景明骨质严重疏松，中医手法和牵引对于他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因为那样必然造成更多的骨折。更关键的是，即便是他能够接受这种疗法，实施牵引后他还要卧床3到4个月，而这才是最致命的。一卧床以后呢，加重肺部感染，甚至尿路感染，这些感染都很容易引起这些中毒性的休克啊，败血症啊，你再长期卧床也容易褥疮啊，这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个原因，牵引这个看上去最可行的方法，对于103岁的林景明来说反而是最危险的。我们医生既保险又省事，但是呢对病人的康复是，从我的角度来说，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是不好的，可能病人不但站不起来，可能从此就卧死了。可是不用保守疗法，难道还要给已经100多岁的老人动手术吗？一般来说啊，对于像林景明这样的骨折，如果不能用上面所说的保守治疗，那就只能通过手术将骨折部位的皮肉剖开，把碎裂的骨头拼合在一起，错位的部分正位，然后再安装一个内固定架缝合，等骨头自己长好了再拆线把固定架取出来。可是对于103岁的林景明来说，他还能接受一次开刀的手术吗？即使接受手术没有问题，一切顺利的话，他也要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来等待骨头长好，然后再拆线恢复，前前后后啊，依然要卧床3个月左右。这3个月的卧床必然又会出现王大伟医生之前担心的那种情况，那就是伤口感染以及各种危险的并发症。您想哈，
103岁的林景明才在家里躺了一天，就出现了肺部感染、心律失常等等7种并发症。那3个月卧床可能引发的并发症，岂不是比骨折更要命吗？所以啊，这种常规手术也不能用在林景明的身上。那么，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林景明住进医院已经4天了，并发症的控制一直在进行，但骨折的治疗方案仍然没有确定。有没有既不是牵引治疗，又不是内固定手术，而同时又不用患者长期卧床的办法呢？经过反复比较，王大伟医生最终找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做一个适合老人的关节置换。王大伟所说的关节置换，就是把林景明骨折的部分彻底废除，同时把人工关节插入髓腔，再用一种骨水泥固定，一般5分钟左右，骨水泥凝固的就会像岩石一样坚硬，把人工关节和骨头牢牢地粘住。患者术后3到5天就可以下床活动，根本不需要卧床休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真的万一有这个事情，就是手术台手术还没做完就出现这个问题，那怎么办？这个方法虽然可以避免长期卧床，但是依然要接受开刀手术，所以当王大伟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林景明的家属们的时候，还是遇到了障碍。啊，我万一，可是万一他承受不了啊，那怎么办？啊，钱又付了，啊，人家不在。啊，就在孙子孙女们为手术方案犹豫不决的时候，病房里又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他突然高烧，这个39度多，那么我们当时也是比较紧张的，因为他如果高烧不退，对他的体质消耗太大，心率117，还有那个早搏，那个每分钟的有8次到10次，发烧和心律不齐，说明林景明的骨折并发症还在发展。这时王大伟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不控制住，即便是家属同意手术，恐怕林景明本人也无法接受了。感染没有控制，你做这个是属于一个禁忌症，那他的感染可能会扩散，然后就通过血循转移到关节，引起关节感染。做关节置换一旦感染是灾难性的，心功这个心律失常传导阻滞可以直接造成心脏骤停，这是最快的。这种严重的情况让照顾林景明的孙辈们忧心忡忡。反正他发烧了，你再动手术，本身我都担心他承受不了这个了，发到烧更加担心，我们也考虑过，也不想给他动了。发烧就意味着肺部感染还没有消除，心肺功能相连，而对手术威胁最大的就是心和肺。首先，肺部感染，呼吸道分泌物会增多，这种情况在手术台上很容易发生窒息，而心律失常在手术中又极容易造成心脏骤停。王大伟医生心里很清楚，虽然关节置换手术是老人站起来的唯一希望，但是要让林景明有条件接受这个手术，要让林景明的孙辈们同意这个手术，就必须要解决眼前的这两个并发症的问题。那么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又该怎么做呢？虽然连续几天医生们都在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控制林景明的肺部感染，但针对病情出现的反复，王大伟和同事们调整了中药汤剂。
我们重用桔梗跟川贝，清肺热我们喜欢用鱼腥草，那么还有呢这个沙白皮也可以清肺热又可以化痰。而在解决肺部感染的同时，为了加强林景明的心脏功能，王大伟也在调整用药。不过有一种药一直没有变，就是林景明每天都静脉注射的中药生脉注射液。从中医讲是补益气血，补益气血。那么从西医讲呢，是可以改善心肺功能。时间一点点过去了，不知道这些中药对林景明是不是有效。无论是肺部感染还是心律失常，这些并发症啊，其实都和林景明整体状态的衰弱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抗生素可以很快杀死导致感染的病毒，但是不能够减少它肺里的分泌物，中医讲的就是不能化痰。感染还会反复，所以就不能够孤立的治疗，只有整体调理增强体质才能够根本消除，也才能够提高林景明对手术的耐受力。而王大伟医生用的这个中药里边，这个鱼腥草就具有清热解毒、消痈排脓的作用。而这个桔梗呢，它是常常用于治疗肺痈、吐脓、痰热、喘咳。另外还有这个川贝母，川贝母啊，它是具有化痰止咳、清热散结的作用。这些药合用就能够帮助林景明防止再次出现感染。而这个生脉注射液，它是来自于经典名方生脉散。在没有现代急救手段的古代社会，这个生脉散啊，往往是进行抢救时候的常用药。它是由人参、麦冬、五味子组成的。这个人参啊，补益气血；麦冬滋阴养肺；而五味子呢，具有收敛的作用。这一补一润一敛，能够使气复精深，汗止阴存，气充脉复，所以叫生脉。医方集解中说，人有将死脉绝者，服此能复生之，其功甚大。所以它对这个心脏功能的改善，提高免疫力啊，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那如果要是用了这个方法，林景明的状态都没有好转的话，可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在林景明住院的第八天，终于传来了好消息。眨拨一分钟才两次了啊，一次到两次了，这个比较平稳了啊。他体温也恢复正常了，37度了啊，37度。他原来入院的时候呢，那个呼吸也比较快的，每分钟40次的啊。现在个经过抗感染治疗后啊，抗生素治疗后的这个。或者这个也恢复了啊，这个恢复到每分钟20次的呼吸频率啊。这说明，无论是肺部感染还是心律失常，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这个变化让医生们兴奋不已。就在这时，状态有所好转的林景明为自己的腿担心起来。这两天大便通畅了，可以。早上我都连着摇的，天天不可以到了这个多呢，站不起了，站不起，你想也想不到了。我们在的时候的他脚啊疼啊，也是感觉不舒服啊，他自己也接着讲，哎呀，这个脚，我都不服气的，我就不信找不到。他过去他是喜欢到公园啊，是吧？
到一些那个老人家娱乐的场所去跟老人家谈天说地呀 啊。那么现在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觉得，就说我心里面觉得就很难过了。看到林景明的状态，孙子孙女们经过慎重考虑，终于下定了决心。不管花多少钱，是吧？反正也要给他减轻一点这种痛苦，免得他是吧？走不走的是一件事，是吧？反正不可能看到他不理他。做出了这个选择，还是说换这个吧？换这个，起码半个月以后能够动。啊，至于换了以后能不能走路，我们也不敢去想他。到签字的时候。心里面都有点那个担心啊，万一就是这样，谁都有点担心。啊，这意外，这个感染，那个术后感染，感染都不一定观察，那个麻醉后都住那个骨头里面。最终，林景明的三个孙子孙女在关节置换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2007年3月17日，林景明被推进了手术室，准备进行骨关节置换术。家属和医院各科室专家悉数到场，严阵以待。反正过一分钟等于说是过半天这样子的，那就得。在那里等了，都不离开，啊，吃什么？反正几个小时，中午吃饭也先不吃，先在那里等着了，不敢离开。90多岁的老人做关节，我们也做了很多，但是超过100多岁的关节，我也是第一次做，如履薄冰呢，就是特别小心。原本半小时的手术，这次持续了很长时间，居然用了1个半小时。但整个过程中，林景明生命体征平稳。经过漫长的等待，人们终于看见他被安全推出手术室。看见他，刚刚拉拉手，懂得他还存在，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手术之后，王大伟给林景明进行了一系列的康复治疗。他于2007年5月4日康复出院。现在可以扶着助走器在家里行走，还能在家人的陪同下去逛公园。很高兴看到中西结合再次发挥它的神奇，让一位100岁老人脱离了危险。如果您也有骨科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可以直接联系王大伟医生。王大伟是广西中医学院附属瑞康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他的联系方式是00867712188169，或者是00867712188161。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